报记一下，囤很多了哦，囤快50000了，报记一下，兄弟，相信你可以的。500万分暴击，但是这个蓝色的很难啊。这只好像还可以接受哦。在夸奖你而已，夸奖你一下而已。有本事连跳连跳。大只的，大只的，不错不错，这只还不错，这只算不错，1000倍，兄弟，还我一个公道，这里要暴击一下了吧，兄弟，冷击成功，冷击成功，要暴击了，外震5000分。大颗一点，大颗一点，有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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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击成功，很久没暴击了，暴击后小鸭鸭跳一颗1000炮，蓝色没升格，今天的蓝色都不会升格。不错，这个倍数等于低消财神了，超过后面最后一集很猛，还可以接受的倍数，有本事再连跳一颗。三头龙，这把还有人妈猪肉，有机会三头龙是88盾呐，不是那个贴牌中，不是，他是7啊，不是8，所以正门过就回来了吗？正门过就没输了。哦，拜托拜托，过一下，先拿个89压压惊，一配八也可以，一配三边，我要攻。让叶少靠回来，三边不挑，靠呀！这个是其他地方的，这个是其他地方那边看不到。给他89分。
这是那个的吗？百威哦。对，好像百威。好，三边实力，剩三边了，真的剩三边。两边顶也可以，三边也可以。两边没有啊，顶满差一点。顶满就合局啊，没关系啊。哦，顶满顶满就合局。HP 操操，机械手臂应该没三头了，要线上比较会。扶桑花天井897，抹茶给人家投50美开牌，舒服。看等一下64转内会不会转开，转开就爽到了。然后现在在希望这台地狱少女。
再猜一下，这台很久没玩的，开盘帅。一只是没有存干，你那边急转啊，地狱上看不到，我以为有那边。再投个100-250内没开就没开就要弃塔。啊不，哎、欸、又亮了，干你阿妈嘞！超短开呢，不到十转呢，会不会是爆脸？啊不，你那一台天井多少忘记了，要查一下。在1000多。干，又开了舒服，太猛了！杰克捡到钱了，然后这边有兽王，上次智允万美，但是不是在这里？目前包场中，包场包场。现在早上大家还没有来打牌，我们来捡牌，捡牌子。看一下你的地狱少女，看那个蝴蝶很帅，关起来，而且这台会吹风，比较新的台子都会吹风，吹风就是跟你说开了，好像没有吹风没开的，大部分做吹风的台子就是保证开，保证开，舒服。雷电扶三花，看要不要等一下标记花哥，很久没出来了。代币满了，代币满了，一只五，抱抱这个都调超大声，都会吓死人。开牌都会被吓到，他那边的四号机开牌都会岔起来，还有机会短开吗？你这个如果在32转内开就猛了。看的好像是你转内。孩子退代币，雷电三代，你那个都还没打架，对啊，有点轻。这样你等一下就可以摸钢珠了。雷电是赞助你，资助你打钢珠。妈的！应该没机会了。看起来在补皮，补皮没问题，没有开就行。很大缺额，应该补个100枚比较好。很小一，这样。小皮不分，分不分。